人，无爱甲你，甘愿一夜冷秋秋，惊人知，惊人批评，惊人对阮无真情。我一生心痛的不平，这冰冰冷的舞台的一生。谁人无爱家庭，甘愿一夜饮清清，惊人知，惊人批评，惊人对阮无真情。我一生心痛的不平，这冰冰的舞台的一生。应该是，他因两个即马拍到当咧无用，你应该会用火枪。明明拄只还到底啊，根本就是你甲藏起来。哼，诸葛都明明已经无去啊，你有啥物通好解释？你紧将诸葛交出来，那么我诸葛袂放你耍。我是等让你受刑不已，才无愿意大开杀戒。要若无当初，我拄我倒将这支神童拍入凡间啦。你这个小小看笑诸葛的神童，敢讲我会替你无法度是无？哼，有本事你就站出来。我真不相信，诸葛叫人抢走去，一定是将伊藏起来的。你创了滔天大祸啊！飞龙诸葛本来就是顶那高价金乌，今嘛诸葛无去啊，怪金乌的石条，搁你拍死，金乌四散，马上就引起一场人间浩劫。人间的浩劫跟有啥关系？只要是会当救你水娘，天条万路，我照万步哦。原来这就是火龙诸葛，今卖伫我的手头。假使我若甲伊毁掉，喜翠娘伊就无救啊！哎，你什么意思哈？这是仙界宝物，你安尼甲毁掉，敢会想拍算？啥物叫拍算？只要喜翠娘死哦，任何其他的物件伫我面头前，拢无价值。这类物件对你来讲可能无啥重要，也毋过对我张家贵来讲。是非常的重要。重要。这当然。既然这是宝物，假使讲我吃落去，一定会增加我的功力。啊，你是咧笑啥？张客贵，这火龙诸葛是咱两人客请的。这物件对咱来讲吼，是有害无益，无一定吃落，连咱的性命拢会赔落去。你敢知？害我。张客贵，你将火龙珠果摕过，阁不爱甲伊毁掉，你到底啥物目的？讲！我哪有啥物目的？你还袂讲话，我已经看到你的脑去啊！敢讲，你嘛要摕这珠果去救喜翠娘，是毋是？你嘛较拜托。
咱两个即马是徛江山，大二遐尔啊介意玉环二，我哪有可能救鱼水娘？不是鱼水娘，敢是大二哥？这个较无可能，我捌甲你讲过，当年就是观世音将我关伫迄落宫门啊内底，我昏伊都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救大二哥？你讲遐尔多，好啊，为着要表示你的清白，你即卖。甲火龙珠果，甲火药条。哦，妖精哦，我爱他哦，第一摆这么欢喜啦。今仔日笑到上功夫，你敢知影这个叫啥？这就是哦，菜夹菜，水龟啊夹万菜。恁这两只万菜啦，唔知影后边阁有无一个水龟啊点无？啊！你这只水龟啊，要对付恁两个人是？嗯，虽然吼，我是无迄个把握会使拍赢恁两个人啦，也毋过，当阮爱笑有去请观世音大师来哦。观世音，现在现在，观世音，听到观音大师念唱哪句嘞？好啊啦，我过啊啦。现在，现在，我是观音大师的，你嘛较庄严的，啊，无你即马是咧笑什么的啊？我是都想要讲，阿哥，拄只我摕着这个火龙珠果哦，我实在是欢喜到哭袂出来啦。你怎么考啊？你这靠菜啦你！啊无啊，本来我看你啊，你又是来做笑的啊。啊不过，哎呦，可怜哦，观音大师，你扮到安尼哦，相当不良的啦。哦，我惊讲吼，我扮了伤过外，来观音大师，我做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莫讲遐济啦，即摆上吊吼，赶紧来找伊，迄神姑啊，哈。真无简单，才摕着啊！哎，是讲一个，啊，这火龙珠果看一点尔，啊，你含嘴牛，啊，拢受伤的，啊，要用啥食好？哎，救生的，若是要救一个，得爱牺牲嘴牛；啊，若是要救嘴牛，得爱牺牲一个。啊，你弄唔对啦！哎，是哇，哎，一个，啊，敢讲啊，要涨一半，安尼较有效。哎呦，讲真。你干哪叫啦？对对对，恁吃吃一半，感情才袂散。安尼哦，两个人拢救着。哎，无，我还搁想嘞吼，啊，一人一半，啊，恁拢中毒啊？安尼变来解决一半尔，安尼够要紧。恁两个免烦恼啦，我认为这火龙珠果是爱给翠娘吃啦。哦，翠娘吃，真鼓励的。我拄则已经问讲，将我毒逼出来一挂，所以我暂时袂要紧啊。啊，也毋过翠娘已经变成原形啊，咱若是要较紧救伊，一定有性命危险，所以咱先救翠娘啦。一个，你就是心肝好哦，你受人尊重的啦。来，交互你。嘿嘿，你来，一个，我感觉哦，你种精神超够伟大。交你，叔叔，再交翠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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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家到底久还是安尼啦？哎呦，真可爱！哎，当时咧学我做海笑的，啊！您这种白痴！爱情。拄则我伫咧郊外的时阵，看到张天贵手提个火龙珠糕，我本来是要献身的，也毋过我阁惊伊将这火龙珠糕摕，想袂到这火龙珠糕竟然叫你这爱狗抢走。哦，你这个臭番啊！你有够卑鄙的，你倒后壁给我看了了安尼哦。啊，无唔对，既然恁摕这火龙珠糕，毋是三重极品的应该款，要将伊毁掉，我相信。你一定会提转来救陈情哥，所以我来到这变成陈情哥的模样，伫这等你。你这臭番、烂番、臭番啊！嘿，人咧讲哦，臭狗掠蛇啦，红雀在后啦。啊啊啦，阮是红雀后壁迄个目标的，就是迄位啊啦。我是讲哦，啊你到底尊啥物啦？哈，恁敢唔知啊？伫个目标后壁，还佫有一个拍打的人。也唔过头拄啊，我并无甲恁骗。佮讲无骗阮，火龙珠糕让你骗袂去啊！我去摕这火龙珠糕，本来就是要救鱼嘴，我哪有咧甲恁骗？好啊，即摆鱼嘴有人伫底？当然嘛是伫咧真古的房间。喂喂喂，你我。你一定要较坚强的，一定要坚持落去。爱笑到爱哭的，已经去摕火龙珠糕啊！你一定要等伊将火龙珠糕摕倒转来，你有听的无？陈情哥。你是要怎化解你体内的毒？翠娘，我捌落管遐济啊，这足够，是我千辛万苦才去东海蓬莱仙岛摕转来。你紧吃，吃了才能解毒，阿玲你的性命才能保住。来，你阿婆。阿婆安怎？翠娘，我是用关心计，暂时将你变回人去。一十天的时间。你若无赶紧将这解药吃落，伊就永远拢无救啊！
是啊，水娘，这花娘主客是有叛逆为着你，伊千辛万苦提倒转来，你唔通辜负着伊的性命，你紧吃。这，哎，金刚，哎，金刚，金刚，一个，拢是伊啦。啊，本来花娘哥是阮听来，要听予伊食。伊哦，变做你的模样啊。即摆花娘哥伫遐。就是咩？竟然甲我骗去啦！又唔过，伊讲的即句话是要予伊食的啦。所以讲，我想讲予归去啦。恁两个人吼，一人食一半，感情才变善啦吼。金哥，这花娘主哥，咱两个人吃一半。免钱啦，这主哥是我千辛万苦才摕到。我干那要予你一人食，而且你若一人食一半，这花龙主角的药性根本就无法度发挥，所以只会当予一个人食。翠娘，听我的话，紧食来。嘿嘿，你这人这自私花。小心咩？歹斗阵。翠娘，你紧食。爱情梦行苦涩人，真情无。我袂用食，因为前古你来人世间，你是有任务的。翠娘，生死由命。假使我谈前古，若处着今仔的事，那嘛是无法度的啦。翠娘，玉盘呢？伊千辛万苦才将这条花龙珠果摕到，这是伊摕到的。有权利要予什么人吃，我嘛希望你会当吃落去。你莫管我，你紧吃。什么莫管你？是你对玉丽山把我放出来，你对待我都袂输那吃门啊！你的天顶有权利对我的爱，你凡间有爱哭爱笑对我的关心。最重要的是，经过你对我的这么痴情，让我在人间感觉有幸福、有温暖、有快乐。这一切一切，都是你给我的。你看我哪会用得无管你？翠娘，有你这的话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你别管。翠娘，这足够你跟吃的，即马你跟坐落来，我替你武功带头。只要翠娘会当好，我就安心啊。翠娘。
你想怎么样做？想怎呢？我们就回了祖国，大胆！阿力，这里，这里。心脏就好嘛，你赶紧莫顾伊的心脏，今日身上心脏就好嘛，你赶紧莫顾伊的心脏，今日唔讲紧。是啊，情哥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不是戒毒了，你莫当对我这样对无？阿哥，哎呦，情哥啊，莫顾伊那么高啊啦，人家吹牛的心意的，嘿嘿，你看那迄身躯大汉哦，吹牛的心皮在无？赶紧。苦劝真实有情通放，讲笑话心坎真大，甘愿做一红。爱情梦寄托谁人？真情无地藏，转转转，愈想愈乱。心坎真大，甘愿做。